大家好，我是旭哥，乌克兰外传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《龙珠超赛神》，好，又是一款不用氪金的手游啊，无氪爽玩就好了。那可以就是去他们官方 FB， 然后无氪爽玩，不要花钱啊。旭哥建议要载的话就去他们官方 FB， 但是一样，真的前面就要讲一下，这种手游就不要花钱啊。免费玩一玩就好了，轻松玩就好了。这边他也写说是免费的嘛，然后可以拿到五星 SSR 各种神角，版本最强的 T 零神角都可以免费拿，最神的阵容啊，最强的手抽都可以爽爽玩啊，所以就不用花钱，免费无氪，这样好不好？就是这种手游，旭哥一律推荐，就是无氪。好，那今天分享这游戏最多礼包嘛，加上隐藏版的序号，史上最强的福利。好，最爽的攻略，然后最爽的转蛋，跟着旭哥抽起来，我们进入游戏 ，Let's go！ 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有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，独家最新。通关呢，可以拿到这个装备。好。然后把这个角色合出来，吉斯强化一下这个塔哥嘛。好 ，Let's go。好，智能上阵一下，就冲了。轻松推关，前面应该都很轻松啊。木马的万能公司，科科，好，来拿一下这个高级转蛋券。这边就可以来抽这个十连，刷一下手抽啦。来，我们的手抽。有一个金的，天津饭五星的，哦，五星天津饭哎，爽！好，那旭哥就来讲这个游戏最全的礼包嘛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啦。我们首先点画面左上角这个人头，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右下角的礼包兑换，这边就可以输入礼包嘛，我们就来输入这个大写的 JUMP 666 Jump 666。沾这个领取，就可以领到这个 3.88K， 再加10个转蛋券，再加一个超级贝吉特。哦，爽哦，贝吉特。再来下一个，大写的 KAIFU 6666 KAIFU 6666，幸运红包、印记福袋，然后封印罐，还有这个许愿龙珠。再来呢，下一个 KIFU 7777领取进阶石666，然后战宠零破666，还有钻石666。下一个 KIFU 8888啊，领取高级召唤券10抽啊。好，那旭哥来推荐一下这个游戏的 T 零神角啦。那这个布罗利一定要推荐一下啦。这个爆破轰击呢，攻击敌方后排，直接清对方后排，造成 85% 的物理伤害。那这个爆破流星呢，非常好用，可以造成这个敌方四个目标 160% 的物理伤害，而且还有一定几率呢，可以追加发动这个技能啊，可以再追加发动。那这个伤害呢，为这个原本的一半，但是还是很强势啊，可以追加发动就是强啊。那它的评分也非常的高。非常好用，这个布罗利必推的这个神角。好，那我们开局很多福利，就把它领一领吧。像这个钻石啊、转蛋券啊，这些都可以，就是去领的。还有这个新服，有这个八日登录，每天都可以拿到这个好用东西，像五星的佛利斯啊，很多转蛋券啊，哇，一次可以拿30张啊。好，那还有看一下。
欸，五星的这个魔人普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抽吧，看会不会抽到什么好东西。猫仙人啊，我靠，三星的角色，直接抽个十连看看。转蛋还有一点 feel 的感觉，有一个金色的，应该是五星吧。中了一个五星的蒙面人啊，有点趣味啊。好，五星蒙面人，再来十抽。哎，这市场上中两个五星，怎么都跟孙悟天有关啊，蒙面人也是有孙悟天。哦，假面超人，悟饭。结果都是不是悟天就是悟饭啊。再来，哦，中了一个五星，大界王神啊，他分数还有82分啊，又一个五星啊，严重啊，特南克斯少年，好像还不错，啊，抽一下十连好了。哦，两个五星呢，孙悟饭少年，哦，这次还不错啊，啊，力库姆也有五星啊，笑死，好吧，再来，把它抽一抽好了。哇，中一个五星，中了一个巴特啊！我靠，好像钻石不太够了，还有什么福利？可以领到转蛋券，继续抽。我抽这个只要200钻而已，可是应该蛮累的吧？我们用这个好了，250可以抽到五星，哎，五星的沙蛋，好，没有很想要，看一下，我们都拉地支。那吧，好，全部花完了，哎、欸，还给两抽呢，又可以继续抽啦。这有金色的，就是有五星了，没有就没有，再补个一抽。好，杂鱼。好，那旭哥开局呢，就拿到12只五星啊，有贝吉特啊、天津饭啊、佛利沙啊、沙蛋啊、界王神啊这些假面超人，还有这个各个好用的神角都入手了，还蛮爽的。开局抽一抽，那也非常这个醉拳礼包嘛，还有这个游戏的 T0 神角都非常给大家。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的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，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都在旭哥的频道。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了。